嘉宾缺完了。你这打电话过来接你，我请人工来接我，开什么玩笑？你查着我是什么？哎，小姑娘过来，要不然我进来我就缺盘子，等着我呢。这比方说，你要好980000盘子。对，那个这位老先生，您很有名的，您别来了。对，要可以，我们管这。我刚才助理打电话，他来了呢，我们一会儿过来。但是，我们不敢帮您办什么的。那是要跟小雨一会儿过来。